这就是你说的有良。啊？怎么了？那香槟是酒，这二锅头就不是酒了吗？别瞧不起二锅头啊！来，走一个。住在一起吗？他们太忙了，根本没空管我。自打我记事开始，他俩就在忙这些事情：离婚、分家、揍我。我爸妈一个初中文凭，一个才上到小学五年级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教我，所以他们请了一大堆私人家教，围着我教。而且我妈每周还要检查我的作业，她把我所有拼好的变形金刚都摆成一排，只要我写错一个字儿，就砸我一变形金刚。啊！到最后那地上全都是断胳膊断腿的擎天柱、威震天、大黄蜂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所有的朋友就只有这些变形金刚，还有乔安。乔安帮我做作业、写名字。啊，对了，有一次我妈去学校了。我以为老师又要告状，给我吓得快尿了。乔安拉着我直接奔我妈那儿就去了，他直接见了我妈就笑嘻嘻地说：“阿姨，你是江齐飞的妈妈吗？我叫乔安，是这个班的班长。江齐飞是这个班上特别受欢迎的同学，而且刚刚老师还表扬过他的实践作业完成得特别好，特地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。”你知道我妈听了以后什么反应吗？瞬间就不相信呀。也就是那一次，唯独就是那一次，他没有在学校的骂我，拉着我的手，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乔安。甭管现在他变成什么样，甭管外面人怎么说他，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爱穿白色袜子、黑皮鞋的小学女同学。起飞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呀？喝多了。你干什么呢？我要把那些坏人写在气球上，然后放到天上去。你也可以写啊，你把乔安写上去。我写乔安干什么呀？你把乔安写上去，这样的话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事就算过去了？你还想跟他求婚啊？啊，他刚刚都把你说成那样了。我从六岁就开始喜欢他了，老天又让我们重新再见了，那就是缘分，我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那你还遇到我了呢，你怎么不说咱们俩人是缘分呀？呵呵，我遇见你那也是缘分，那就是孽缘。行了，回家。